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西栅九五哥真的卖好。根据如风最新确认的消息，西栅老街九五哥是真的要卖自己的普陀号。看样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风狼又要满世界招募老板了。二，一回合遇到三个谛听。某代版妙笔丹青玩法关闭之后，玩家们想要获得谛听 tag， 就只能靠游戏中的场景猎人去抓了。近日，一位猎人狗托附体，一回合居然遇到了三个谛听。这运气实在是令人羡慕。三，十三技能镜台猴子出炉。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，虚内新出了一只十三技能的镜台猴子，如果能打成的话，作为一只镜台公宝宝使用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四，新出160魔兽封印鞋，新出一双160级的专用鞋子，同时拥有魔兽之印和封印命中 1.78% 两排蓝字。不过魔兽之印这个特质作用非常局限。五，160精致封印鞋子出炉，新出一双160级鞋子，同时有封印命中率 1.98 和精致两排蓝字。这双鞋子对于只追求小死亡命中率的三公队弟子来说真的非常好用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会有人舍得给这个鞋子打上17段宝石吗？